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东北黑龙江的赵凌峰。那么现在呢，正在努力的成为一名帅气的歌手。我的强项呢是舞蹈，我可是跳了10年舞蹈的厉害家伙哟。我在我们团的担当呢是舞蹈和高音，接下来我就想用高音的方式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。假装有个麦克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赵凌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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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了，就先介绍到这里吧。那么大家有没有记住我呢？我是来自东北的赵凌峰，谢谢大家。